回合波得瓜形，这个瓜形，瓜形哦，这洪一峰。因为要做醒了，对了，做醒了啦。洪一峰大哥，哎，洪一峰大哥，老师啊，来来这边，这回合哇，个人诶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次，安尼老师沈建豪老师，哦，安尼好哦。一般来到第五回合吼，我拢会唱一寡较轻快，波多半步，哇，台湾足侪诶足侪名产，虾米东西啊？你来对。这首歌嘛是赞，赞啊这边呢。好，那这边是我们子森还有志豪哥要一起来共同的合作。哎呦，没错，我们双胞胎兄弟要一起合作演出了。洪一峰老师的作品，这首歌叫做《苏博的狼》。苏博的狼，苏博的狼，哇，对，来给那算的歌拢足经典的。对哦，最后一回合非常的精彩哦，马上来欣赏。
心爱的。孟璇，我刚听你唱歌，哦，你进步很多哦，真的真的，当然是假的，你不是凭良心，我是哇，假的是开玩笑，孟璇真的，哦，你搞瞪呢？不啦不，一我唔讲，我慢慢瞪，我可能孟璇看到我，他想表现一下，嗯，像志豪也一样，他以前我觉得他不是很会唱，最近我发现他进步了。哎呦，谢谢一哥，谢谢一哥。啊，立家好嘞，我真外人的。希望你永远身体都健康，长命百岁哈。我想多讲一哥解说，我讲你今仔日来家做我的大来宾，其实大家人哦，陪拢等下安安啦，就你拢有压力啦。不是，包括我嘛是啊。我刚刚对不？你唔是讲我退步啊？对啦。你等下走，我得进步啊！我讲。不懂你懂，懂我你懂。不是，我。开开玩笑，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一下，今天我如果语出不逊得罪各位，
大家不要骂我，我就是做节目就开开玩笑，效果我刚才就是效果，纯粹效果，除了我骂他是真的，其他都笑。我最贱，康，还十四梗呢、啊嗯，康健好了，康健，啊就，你主持也你跟我讲啥啦？哦，就不啦，你最后你还是要颁奖、啊，对啊，哦。子生跟那个志豪唱这个书吧，就有点改编。哎，对，我是感觉啦，无法搞，我们唱完的啦，叫普通就好啦，卖计较啦。但是恁真正搞，所以也是安尼。哦，讲了，恁先记住啥啦？吼，你是要行去摄影师要出来？你这样，我徛较远看，我怎么？哦哦，长官，眼睛的焦距有问题了啦。哎，老师拍谁？我啦。你们唱这个歌吼。这种歌是很轻快，是任何人唱都会蛮好听的。凭良心讲，可是子生跟那个志豪有点改编，那就有点困难度了。所以困难度，但是又没有很理想，所以我还是给你们两个。谢谢一哥，谢谢一哥，我还是比较疼你啦，爱你。啊，哥五哎，哥五哎，哥几嘞？啊，几嘞都去摩纳地野啦。啊，几嘞吗？没，哎。我要我来立一点，哎，谢谢一个，谢谢一个，因为哦，那别人说太会唱了，我们再给你，那就真的不好意思哦。我不好你，我是另一个好唱，对啊，都爱唱，唱歌爱卖过几下家啦，哦，有够厉害了。没啦，一哥对大家都是疼爱的，没错，他给我们很好的指导，大家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是，两组，哎，希望大家为这个节目继续支持他们。好的，我因为我是比较贵一点呐，但是我为了这个节目，我可以。少一点，我们真，我们尽量不跟你杀价。不是，我把那个康康的主持费再弄一半给我，我自己就来了。哎，但是说实在话，因为今天看到一哥亲临我们的节目，我们还是希望一哥能够呢，还会更多的创作。那希望给他给他的收视率破三，破三，谢谢一哥，好不好？拜托一哥喽，你给我来给我们指导哦，阿内党啊。好，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来宾。好，谢谢两队非常优秀的来宾，也谢谢我们直接老师说率领的 iPro Super Band。哎，下次同一时间继续给我们支持，综艺一级棒。谢谢一哥，谢谢。顺风送香蜜，乌条裙为红颜披，红色的玫瑰，出生惊心蕊，奈何凡夫黯淡沧桑离。全心满相知，花谢落土落水空天，小丛无连枝。红玫瑰，红玫瑰，敢是天生欠水是天。心满相知，花谢落土落水空天，小丛无连枝。红玫瑰，红玫瑰，敢是天生欠水是天。为何甲爱甲恨袂甲醒？